请你包含啊，请看彭继清老居士在《无量寿经》写了一部《起信论》，听好，他很了不起，他是清朝的在家居士，受菩萨戒，还写论，最后他预知时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黄念祖老居士呢，对他非常赞叹，他说：“行者既发菩提心，当修菩萨行，把菩提心画起来，去西方极乐世界修普贤十大愿，一定要修菩提心。”很多阿公阿婆都说：“哎呀，人间很苦啊，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听说阿弥陀佛很慈悲啊，啊，我就呢什么都不用做，我就一个人去极乐世界。”听好，你去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菩提心，你是逃避的心去的，逃避去去心啊，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那什么叫菩提心呢？你应该反过来讲：“哎呀，众生很苦啊，我也很苦啊。”可是我很感恩啊，你看看有些人没饭吃，有人家里呢很苦，有人发生车祸，有人呢这个子孙呢都很不孝，我啊很感恩，我没有办法度众生，可是我想学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将来啊我能够度这些苦难的众生，然后我为了这个目的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做菩提心。菩提心在 part 1跟 part 2我已经讲过，我就不要重复了哈。所以请看下面经文，于世间顿号出世间顿号，所有一念的善行啊，乃至你做无边的功德，你都要用身心至诚心发愿回向极乐世界，这也叫做一向专念。这个定义的非常好，表示什么呢？往一个方向走。好，我还没讲完，看幻灯片。世间跟出世间所有一善，比如说你今天去看老人院，布施关心他们，煮饭给他吃，你今天带青少年儿童佛学班或教青少年，你自己没有在家里念经，可是你却布施你的身心体力去帮助众生，那当然很好，这是有福报，这叫善法。写下来，善法。你今天能够布施关心老人、孤儿院、育幼院、养老院，办佛学班，这些都是善法。可是注意听，善法会升到三善道。你做完了以后回来，你要念佛，至少念108颗一圈。念佛，希望我这个功德，比如说我今天去医院看别人，然后我希望我呢，这个功德透过念佛，把善法转成净念，因为念佛是清净念嘛。发愿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也会成为你往生的条件。事出世间都可以，比如说今天你的家婆生病了，你到医院去照顾她，看到旁边的病人也很可怜，也顺便多带一些食物关心她。假如她能够接触佛法，你就为她讲佛法，劝她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那你今天呢，整个早上4个小时都在医院，有没有功德？有，但是要把善法加上念佛而回向。举个例子，我在新加坡讲经，下午的时候，白天我不会课的，师父打坐跟准备电脑。下午我2点半一直会课，会课到6点。有时候我讲到呢，喉咙都沙哑。那请问，我下午会课，我也没有在念普贤行愿品，有没有功德？有，你以菩提心帮助众生的功德，也可以发愿回向极乐世界。这个叫做一向专念。注意听，一写下来，不可以解释为一部经，不是。它不是数字的一，是指法门一个方向，信愿行不变。对不起，我知道净土宗听到这个，净宗学会听到这里都不高兴。我自己从净宗学会来，我很清楚，很多人解释啊都很狭隘，一向专念只念一部经，谁说的？所有的大乘经典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乃至于你修金刚乘，也可以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西藏的仁波切跟喇嘛也念阿弥陀佛的，人家还念阿弥陀佛的咒语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真的要学佛法，你要相信佛说啊，不要听人家乱乱说啊。啊，我只再讲一遍啊，对，我已经苦口婆心，明天我就走了。一向专念，方向专一，专精的去修持，不管诵经、念佛、持咒、听经、闻法、做善事、做义工，通通都可以回向求生极乐净土。请看下面。所以啊，彭继清老居士，听好，他受菩萨戒，他是开悟的人，你不要小看他，
他是在家大菩萨，上辈往生了，阿弥陀佛来接他。请看下面继续说，请看43页第二行，不必弃舍百为，不必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选一个才叫做专念。因为一不是数字的一，一也不是法门的一，一是指成佛方向信愿行，一个方向的一。以佛性遍一切处，佛性哪里都有，有弃有舍，就有喜欢有不喜欢，有接受跟有不接受啊，有接受有抛弃，那不叫做真正的念佛人。好，那我反问你一句话，厕所里有没有佛？哎，有人不敢讲话。厕所里面有没有佛？有，佛性遍一切处。请问你睡觉的房间里有没有佛？有。你洗澡的时候，请问浴室有没有佛？对，其实佛都看得很清楚啊。其实佛看你的时候看不净观啊，对不对？你睡觉躺着的时候，莲池海会佛菩萨也看得到你啊。答案注意听，讲这一段是要你有恭敬心。有些众生很固执，哎呀，在佛堂里很恭敬，进了厕所呢就念珠也要拿下来，经书也，我反问你，厕所没有佛嘛？注意听，在古代的禅宗啊，不是现代，现代古代的禅宗啊，厕所里面都供佛像，告诉你进了厕所都不可以打妄想的。佛性是遍一切处的，无所障碍的，这是大乘佛法的殊胜。不过讲这个不可以做一个借口，说好哪里都有佛，那你经书就乱乱丢，那不恭敬的心有不恭敬的果报，你要前进心，对不对？在西藏是蒙古包住在一起啊，厕所、厨房、佛堂呢，厨房、浴室全部在一个地方。你真正有恭敬心啊，天龙八部都会护念你，佛菩萨也会体谅你，对不对？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啊，佛菩萨都看到你，你看啊，这小子，你看又在打妄想了。所以写下来，妄念升起的时候要真诚的忏悔，善根升起的时候要勇猛精进。我们凡夫都有妄想贪嗔痴，不要害怕，你不要觉得自己很丑陋。阿弥陀佛就像啊爸爸妈妈一样，阿弥陀佛像四生慈父，大悲观世音菩萨像母亲，爸爸妈妈从来不会嫌弃自己的孩子脏或笨的，因为他是自己生的孩子。但是爸爸妈妈对小孩的优点缺点呢，他也很清楚。有时候你看到孙子来，孙子来，阿公阿妈，你讲这小子你看又来撒谎了。你做阿公阿妈其实你也知道吗？但是你很慈悲顺他的意思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求佛菩萨要很真心，佛菩萨就满愿。然后呢，你嘴巴求啊，在观世音菩萨催催念催催念，他想你看这小子呢，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平时不烧香，临时又来抱佛脚了。观音菩萨看你啊，众生难度，他会满你的愿望不一定，有时候不满你的愿望，你才会忏悔精进。满你的愿望也是给你鼓励，不满你的愿望也是给你另外一种鼓励，让你觉悟。接下来再看43页第六行2.6，弥陀要简说，注意听，阿弥陀经全部的重点就在这一段，藕益大师写的。阿弥陀经的要旨，信愿为慧行，持名为行行，能够往生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信愿行三个都很重要，缺一不可。日本净土真宗行僧演变说，往生极乐世界只要信就可以去极乐世界，不同意，师父也不同意。信就可以往生的话，那跟信上帝有什么差别？佛法要信愿行三个都很重要，而且信愿行不是只有极乐净土，是大乘法门都是信愿行。他说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就看你有没有深信与切愿，你有深信跟切愿一定可以往生。那你往生极乐世界有三倍九品的这个品位啊，事实上是无量品位，就看你持名功夫的深浅。当然阿弥陀经里面是直持名号，劝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实观想观相跟持名也不冲突的。所以慧行为前导，行行为正修，如目跟有眼睛也有脚，那一定会往生极乐净土的。接下来看三，
讲义43页第9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与此有大缘，有甚深的缘。在无量寿经第6品，释迦牟尼佛赞叹两句话，请画下来：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待会会给你看图片。接下来再看第四，弥陀即本师。刚才我讲这是圣义地，请看43页第13行，清朝彭继清老居士。好，就是又刚才那位彭继清老居士哈，很了不起哦。他写了《无量寿经起信论》，他还写了另外一部论，师父有带来《华严念佛三昧论》。这本由黄念祖老居士有讲，各位要的话可以向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说，问问看净中学会，我这个是净中学会印的。好，它是白话的，讲得非常精彩。假如你要问我华严跟净土有什么关系，就读这部论。可是这部论有一点深，师父读了10遍啊，将来光这部论呢就可以讲一个月的讲座的。这部论非常的棒，把所有的华严经啊浓缩。黄念祖老居士说，彭继清老居士啊，他讲完以后啊，这部论做出来啊，整部华严经就把华严经跟净土的关系做得最好的诠释。所以黄念祖在晚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在美国一个一个字讲，有录影带，各位也可以上网，然后呢最后把它打字出来。好，其中引一段请看。世经是指华严经，专显毗卢遮那佛的境界，为什么一定要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呢？请看，盖阿弥陀佛叫无量光，好，我有做记号，画个框框。毗卢遮那佛呢，叫做什么？光明遍照。所以从这个来讲，它是同一个本体，非佛啊，无来与无去，都在一个光明遍照当中。光明遍照当中，也不会障碍你有来与有去。好，现在我讲是给你听，专心听啊、哦，这有一点深。比如说假如有一个人，好，比如说对，桂英右边这位两边的居士，他站起来走过来，经过大殿门口，走到这司仪旁边坐下去，请问他有没有来跟去啊？有，因为他站起来嘛，经过佛师父佛像，然后走到左手边，所以从世俗地上有来有去。现在有一个人站在外面玻璃外面，他看里面，那不管你走来走去，你有没有出去这个教室讲堂啊？答案没有，因为你没有这个离开这个讲堂，所以叫做无来也无去。这样听懂吗？这有一点深哈，听不懂没关系，慢慢讲，我再讲一遍。世俗地上站起来，从右边站起来走到左手边，所以你觉得有去，有来有去。可是有一个人站在外面玻璃看，在一个讲堂里面，你跑来跑去，不管去哪里啊，你都在这个法界中，所以如来无来已无去。这讲圣义地。所以看阿弥陀佛有光明无量愿，香光普摄啊。新加坡莲友最喜欢这尊啊，因为阿弥陀佛很慈悲啊，拿着莲花啊，看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阿弥陀佛翻叫无量光佛。再看大日如来叫光明遍照，大日如来你看熊熊的焰火，这就是东密，也就是毗卢遮那佛报身佛，它是自性佛性的光明。所以从本体来说啊，圣义地来说，弥陀就是本师的意思。所以请看下面的经文，43页第19行 4.3， 故念佛时，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我在念佛的时候，就是念自心，也是念我的佛性，也是念毗卢遮那佛。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的圣义地的本质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弥陀跟本师是不二的。这是就圣义地而说。好，接下来下莲居老居士这个偈颂我刚才讲过，弥陀叫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你也可以把弥陀换成观音，观音叫我念观音，口念观音听观音，观音观音直念去，原来观音念观音。也可以换成地藏啊。好，接下来看40页，
44页，最后讲己三。佛讲完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无量无边》，最后总结40卷华严的第40卷《普贤行愿品》，最后全部圆满，佛就做总结，请看偈颂60颂，44页。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证之，决定获胜菩提道。把果报为佛能证之画起来，说假如有一个人对这个普贤十大愿啊，听到非常欢喜，愿意读经，开始诵经，开始去了解他的道理，在心中受持，乃至有人发心为别人演说啊，这十方无量无边的大菩萨都不知道功德，这个功德只有佛成佛才知道。为什么？它是重重无尽的，而且保证你决定画起来，决定你一定会获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成佛之道。所以有很多莲友问我，师父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是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的。我不是炫耀，是因为我发愿弘扬普贤行愿品跟大乘经论，我一定会去的。而且我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有莲花，上面刻个猩红狮，慢慢越来越大朵的，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假如你退了心，不要拍掌，专心听，因为你拍掌会打断师父的话。假如呢你退了心，听了阿含经或其他，结果呢你不去了，那你莲花就枯萎了。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只要你心里生了哇，阿弥陀佛，我这辈子一定要去极乐世界，我发愿所有修行的功德要去极乐世界，七宝池莲花中就有一朵你莲花，上面就刻着某某某你的名字，哎，会刻中文也会刻马来文跟刻英文，免得到时候你认错。接下来61，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啊，对不对？若有人念这普贤行愿品啊，我说就是他是少少的善根，但是他是经中之王啊，绝对呢一念一切都会圆满，而且会成就自利利他的众生清净愿。好，接下来看44页第5行，这一段请做个记号，非常非常重要。昙鸾大师也是净土宗的高僧，他在往生论著，净土宗有5经1论，其实往生论很重要，很少人讲。师父希望我将来，哎呀，阿弥陀佛，我不能呢活太久，希望有生之年呢，我将来能够整理讲往生论著。其实去年还是前年，我到过 Skudai 啊，这个所谓宝莲寺讲过往生论著的5念法门，那是最重要。那昙鸾大师做注解里面讲这一段，请看经文。各位，因为时间有限，我直接白话翻译哈。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虽然修行的功夫有好跟不好，但是没有一个不发无上菩提心的。所以我苦口婆心劝老菩萨要发菩提心你才能去，你若没有发菩提心啊，你是去不了的。当然你可能又问我，师父那我又不知道菩提心怎么办？没关系，你就念佛，拜阿弥陀佛，拜观世音菩萨，慢慢在修行当中你就会升起广大菩提心。请看，此无上菩提心就是什么？愿做佛心啊，我发愿要做佛。愿做佛心就是要度众生心。度众生心有很多深浅，请看幻灯片，我画起来。度众生究竟圆满，比如说你劝人家来吃素也是度众生啊，你劝人家来参加法会啊，消灾免难啊，也是度众生啊。你劝人家来参加佛学班，参加去朝圣，当然也是度众生，师父不会否定。你劝他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也是度众生，但是度众生有深浅，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心灵的度众生。但真正究竟圆满度众生，他讲度众生啊，就要帮助众生，摄取众生，帮他升到啊有佛的净土的地方，这才叫究竟度众生。这句话画起来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我这辈子的愿力。我的福报可能不像很多很多佛光山慈济功德会度很多很多人，不，我度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你度很多人，3000大千世界都学佛，可是没有一个人出轮回，那有什么用呢？但是假如你度一个
十个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哦，十尊佛会度更多的众生啊。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他的品质，而不是数量。当然，你能够度很多很多的人，念佛去极乐世界，那当然是度众生。假如你度了很多的众生，众生学了佛，还是照杀盗淫妄酒，对哦，来生继续轮回，那只是暂时而已啊，是不是？度众生也有深浅，所以这里谭鸾大师呢讲得非常好，度众生就要帮助他摄受众生生到哪里，有佛的地方。为什么？请写在旁边，有遇到佛，你就不会退转了。你没有生到佛的境界，你会退转的。是故愿生彼西方安乐净土，安乐净土就极乐世界，要发无上菩提心。假如有一个人听到了极乐世界很好，可是不发菩提心，只知道说啊，西方极乐世界很快乐，受乐无间，不用工作，不用吃饭，不用工作，每天都吃饭，是啊，微风吹动七宝行树，为了要享受快乐而要去求生极乐世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的。你看古来的祖师啊，讲得多么的恳切。所以你要读古来祖师的注解啊，谭鸾大师啊也是净土宗的祖师，他也是上辈往生的。好，接下来再看六十二颂，最后做一个记号：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这是我们常常念，希望我每天修的普贤十大愿王有无边的殊胜的功德与福报，我都念念回向一切的众生，回向无上的菩提，普愿一切在六道轮回里面成立的苦海的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把无量光佛刹画起来，它有两个意思。狭义的说，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广义的说，是所有的佛国土都叫做无量光佛刹。所以你也可以去见弥勒菩萨或药师佛，你也可以去见观音或文殊或地藏，都叫做往生无量光佛刹。请看经文下面十二行：善男子，若诸众生啊，彼诸众生若听闻道，或相信此十大愿王，每天的诵经受持读诵，甚至有人发愿为别人演说，他所证悟的功德啊，是连菩萨都不知道，只有佛跟世尊能够知道。所以华严经里面讲，唯佛与佛方能究竟，那何况有很多法师也不修净土，没关系，南传佛教也不修，没有关系，你不用去跟他辩，法师你修的你的，我到极乐世界，将来我先成佛。你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但不要动摇别人的修持。请写下来，坚定自己的信心，不要去动摇别人的修持。佛开无量法，这个世界有恒河沙数人，就像中药铺，你不能说你喜欢吃十全大补丸，其他的药就通通都丢掉，其他的药留给别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接下来，是故汝等闻此普贤十大愿，莫生疑念。把这句话起来，不要怀疑。有人听了普贤十大愿很殊胜，听了师父苦口婆心然后讲了以后，听了很欢喜，就会动个念头，师父你讲得这么精彩，真的吗？那你就怀疑了，不好。那你会有怀疑，这是正常的，但师父有建议你两个方法去改变。一，继续诵普贤行愿品，诵久了你的怀疑就会减少。第二个，你可能要点灯拜佛，要忏悔，就说这个法门很好，可是跟你啊不相应，你会对他怀疑。就像念大悲神咒，观世音菩萨会满你一切的愿望，唯除你怀疑。有人就会说，哦，我什么都不做，坐在家里，那么何来的奈德来呀也，那么我里也，就会有生意吗？哎，你一怀疑，我跟你讲，生意就不会来。当然注意听哦，不是叫你只坐在家里不工作，而是说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真正求佛菩萨，你就应该很虔诚的念二十一遍，最好连续念七天。你念的时候不要怀疑。所以这里讲，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因为怀疑是最大的障碍。应当谛受，受以能读，读以能诵，
宋以能持乃至书写为他人演说。书写现在是大家不会写经，所以流通 DVD， 流通网站，正法法师的 DVD 跟网站是跟印经的功德一样的。最后再看，世诸人等于一念中，在世间所有的行愿都能够圆满成就，你会获得无量无边的福报，而且所有的善缘都会慢慢具足。假如你遇到了困难，你就念普贤行愿品吧，每天念，每天念，每天念，三个月六个月你一定会改变的。好，我在新加坡呢常常帮助很多人，念过呢三个月跟五个月六个月呢，他都找到最好的工作。所以他们现在在新加坡传说，哎呦，对不对，要找工作念普贤行愿品，三个月六个月一定会找到好工作，这是真的。师父并不打妄语，自己的福报有够好。刚才是讲，请看幻灯片，蓝色的是指世间所有行愿你都圆满，最后你会在六道轮回烦恼的大苦海中啊，不但自己可以出轮回，可以帮助一切的众生令其出离，保证你念普贤行愿品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经文就是这样讲的。接下来看补充资料，是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后才能真正实践。所以净土法门无量寿经简单的浓缩就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刚才说一向专念是指方法方向，你可以诵经念佛拜忏，就像你们各位拜梁皇宝忏，拜完了以后你也可以发现回向，愿我这次拜梁皇宝忏的功德回向给各位众生，阿弥陀佛啊，观世音菩萨，轮回很苦，我希望我将来去极乐世界。你也可以以梁王的宝忏功德回向啊。于一念中所有的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这是以自利得而说。拔济众生令其出离，是指帮助众生利他得而说。因为众生都生活在烦恼的苦海里面，你要帮助别人要有方法，你自己要有羞耻。最后对不对，你能够呢啊，一起跟一切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这叫恶利德。请看幻灯片，是不是变颜色，自利利他，最后自他恶利恶利德，同生净土，同见弥陀，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好，经文到这里全部讲完，接下来讲流通分，请看44页第21行。流通分分三，己一皆大欢喜，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以后，善财童子踊跃无量。善财童子请问这个法门，接下来一切的与会菩萨皆大欢喜，最后连佛都很高兴，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亲自说善哉善哉，所以与会大众皆大欢喜。请看幻灯片，所以普贤菩萨南无大恨普贤王菩萨是一切诸佛最后成佛的老师，最后你成佛的时候一定会拜文殊跟普贤，文殊教你般若的空慧，普贤菩萨教你广大的愿恨。好，请看，所以以前我曾经说过什么叫做普贤，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其实这就是普贤菩萨的意思，还记得吗？请看讲义第16页，第16页第16行，普贤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普贤菩萨的意思。上求佛道就是希望一切的众生都成就无上的佛果，下化众生就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求生净土。给你看图片，好，再来一遍。 Welcome to Taiwan， 台湾花莲啊，慈济功德会跟太鲁阁，其中有地脚法师的祥德寺，去年我们8月校外教学去了，他除了地藏菩萨之外还建了跟峨眉山一样的十方普贤王菩萨，非常的庄严啊，得到中国大陆的授权。然后你看普贤菩萨六牙白象代表什么，六度万恨。然后你可以看到，好，我拍的侧面普贤菩萨拿着如意
然后它有每一层有四个头，东南西北，万德庄严的普贤菩萨。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啊？请复习一下，就像旭日东升的太阳啊，这张是台湾阿里山的云海，有一点点像呢四川峨眉山的普贤云海。一个人若发菩提心的话，就像旭日东升的太阳，不论在家出家都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比方说啊，马来西亚对不对啊？槟城竺摩老和尚在当时呢，哎，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他一个人就来这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一直到现在被赞叹马来西亚佛教之国父啊。啊，我也很福报参加他的会唱梵唱三会的晚会，纪念他100年的名旦，是非常了不起了，培养很多很多的人。那我们的心刚开始像蜡烛一般没有征兆，就像我们刚才点灯，你手若没有照顾的话，其实你都会被风吹的。接下来你慢慢慢慢训练发愿，就会像灯塔一样广大。台湾南部也有鹅銮鼻灯塔，对不对？灯塔可以在黑暗当中照耀很多船只，最后你可以像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一样，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就像太阳一样可以遍照全球。所以心的力量是很广大，但我们要去训练。接下来再看流通分己二45页第二行，眷属无量。而时世尊与所有的圣者菩萨摩诃萨讲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进入解脱境界的殊胜法门时，文殊师利菩萨做上首，他代表般若公会智慧第一。接下来再看幻灯片，诸大菩萨及所有的比丘，还有6000比丘以弥勒菩萨为上首。为什么？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接下来贤劫有千佛乃至于十方无量无边的大菩萨，以无垢普贤王菩萨作为上首。这些大菩萨都是一生不到成佛的位置，接受灌顶位，十方诸大的菩萨无量的世界都共同集到印度菩提迦耶，听释迦牟尼佛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时候法会要圆满，一切刹海极为成数的诸菩萨众啊，都非常法喜充满。佛呢，就像一灯能破千年暗，来到人间讲了佛法，所以有恒河沙数的众生都在修行。佛教经过2500年到600年，到现在西天东土历代祖师念华严经感应的人都很多，近代最有名的就是弘一大师嘛。接下来看己三，依教奉行。不但是菩萨众、声闻众、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并一切的人天、一切的天龙世人、天上的33层天或28层天的天人呢，也都来听经。好，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先做个记号。佛先讲华严经啊，对不对？才讲阿含经啊。那现在有个问题啊，那怎么舍利佛跟目犍连就跑出来了呢？好，从佛教历史上这可能有点矛盾，可是在华严经注解里说，舍利佛跟目犍连其实是大菩萨再来的，只是他先投胎成印度婆罗门的家，最后做一个印度人，甚至有些佛的十大弟子啊，都是变成外道，最后跟佛出家，所以事实上啊，他是大菩萨的成愿再来化身。否则你会觉得按照时间，哎，怎么佛一开始讲经，舍利佛跟目犍连就跑出来了呢？是让他是大菩萨来演戏的。接下来天龙八部，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哎呀，阿弥陀佛，经文终于给我讲完了啊！等一下还没有完，对，没关系哈，今天耽误一点点时间啊，我准备了很多图片。哇 ，OK， 好，讲快一点啊。经文的部分我全部都讲完了啊，讲经先把经文给圆满。好，因此接下来你就要依教奉行。华严经里面讲，菩提心一发，
恒住心难持，简单的说，你很容易发菩提心。你可能听了一个法会，哎呀我要发心，一个拜忏呢，或听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你就泪流满面，我要发心。可是啊，长远心很难。所以请看幻灯片，发心要像大海一般，最难的是要有长远心跟耐性。学佛不能急，不能急并不是说你懈怠，而是你要像细水长流。为什么劝你要做早晚功课？为什么要你这样呢？做功课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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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最后谁先成佛呢？就是谁有长远心跟耐性。请看幻灯片，就像山上的河流，刚才流下来像水，一点点流到河流里面，接下来山上的瀑布，对不对？开始流啊，一点点而已。长江黄河刚开始也是一点点啊，接下来呢，流到呢就渐变成瀑布了，大的河流。接下来流出啊，经过了春夏秋冬，它都在流啊。你不要小看小水滴，小水滴，小水滴一直流都会流向大海的。接下来会变成中的瀑布，你看水的力量很大，对不对？听说东马有很多漂亮的瀑布，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的岛，有很多瀑布，对不对？我是没有去过啊，不过呢，我相信各位都看过九寨沟瀑布，甚至有机会你去美国尼加拉瓜大瀑布，你看河流啊，可以呢穿遍呢这个沼泽，就像亚马逊河一样。你不要小看水，水一点点汇成很多的时候，它可以改变河道的。长江黄河泛滥的时候，河道也是会改变的。接下来水会穿过呢岩石啊，请问岩石有力量还是水有力量？答案大峡谷啊，对不对？长江黄河就是这样啊。最后呢，你看它流入大海的时候呢，哎，很多人在海边划船享受。最后呢，你看美国大峡谷啊，对不对？千年的冰河，冰融化的时候变水，石头都可以接歌啊。所以水滴是代表我们长远心，修行最难就在这里，要长远心跟耐性。所以希望大家要相互鼓励。第二个，修行要坚固不动的如大山王，就是你的愿心啊，信愿行啊，不要因为人家说你就乱乱变，这个那么说那个说，一个人一条路，两个人两条路，三个人三条路，四个人四字十字路。你看我现在画的台湾阿里山，阿里山的路标都告诉你东西南北不一样啊。你确定了真的今天想出轮回要去极乐净土，对于其他的法门就让给别人吧，也不要去毁谤，也不要排斥，因为佛度无量的众生。可是对于自己啊，要坚固不动。你看对不对？台湾的阿里山山脉，你看阿里山山脉有时候也会有云来啊，对不对？风一吹啊，可是云不管它狂风暴雨，乃至台湾大家也知道有台风跟地震，山都是如如不动的，代表你的道心要坚固不动。你看啊，山当中云来的时候也是千变万化啊，我们常常讲山在虚无缥缈间嘛，可是山本身啊，它绝对是坚固不动的。你看对不对？这是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终年啊冰天雪地，可是现在全球暖化你知道吗？其实喜马拉雅山有一半哦都秃光光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球，地球谁创造的？是我们众生业显现的。谁破坏地球？不是上帝，也不是阿弥陀佛，也不是观世音菩萨。所以啊，我们啊要珍惜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这个地球里面的所有的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所以佛陀说上报四重恩啊，我们的道心要坚固不定。好，最后去看讲义第64页，翻过来，我要介绍书目，其他的你就自己看。华严经事实上浩瀚如海，我在64页到66页里面列了很多书。第一个看 A 佛教典籍及古人的著述，在大正藏里面有非常多，有60华严、80华严，有清朝的道佩法师的注解，好，一直翻到65页，其实光华严经你就读不完这些注解的。第二个有近代人的著作，
近代的人著作编号从13一直到35、36。 C 呢，假如你有朋友是读英文的，师父也列上了华严经的80华严的翻译，编号第37、Thomas Clearly 1993年，他是外国人，但非常了不起，把全部的中文翻成这个英文大风广佛华严经。所以你不要认为外国人就没有佛菩萨，有。然后呢，他们翻译得非常好。那在这当中，我推荐两本最有趣的书，跟你比较有缘，编号34跟35，请看《文殊小百科》跟《普贤小百科》。好，我带来了。我想各位太多书你看不完，这个呢就是这非常好，台湾橡树林出版社，一个是2004年《文殊小百科》，一个是2008年《文殊小普贤小百科》。各位可以在 KL 的书籍，不然就到新加坡菩提长青，他可以帮你订。然后各位也可以上网，我现在传下去。那这个书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各位呢都很喜欢看图片吧，对不对？你看，它就是 Q&A， 就是一个问题，然后两页，然后比如说中国唐代玄奘大师用高科技传播普贤信仰，他也印过普贤菩萨的佛像，所以他 Q&A 有一个问题，然后有图片，然后呢，你看一个问题有图片啊，是非常非常棒，我自己也很喜欢。好，我现在左右传下去，文殊跟普贤啊，你放心，师父是推荐好的书哈，我不会得到任何的利益的，只是告诉你，请看《文殊菩萨小百科》，非常的好。第二个，普贤菩萨小百科，你看十大愿望往生极乐。接下来他也有出观音小百科，如果各位喜欢地藏法门，也有地藏菩萨小百科，也有出释迦牟尼佛小百科，最近出了一则财神小百科，大家都要发财。哎呀，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所以希望大家要精进，生命很苦短，要精进。你看我们在轮回里面，若没有听闻佛法，也没有学戒定慧，你看到你的心就像这个图片一样，狐狸看到了动物第一个就往外跑，先抓到它咬死了再说，哪时候吃呢？待会再讲。你看它咬兔子，其实我们在轮回里面，我们烦恼贪嗔痴欲望升起的都像这样。我们没有听闻佛法，我们就不知道修心很重要，我们的心永远在往外，所以想要的东西很多，需要的东西并不是很多。接下来我最后有个建议，这是讲义上没有的，你可以抄。希望各位在听完普贤十大愿的时候，六度波罗蜜很重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各位都很不错了，都是多生交解修的，接下来禅定波罗蜜要加油，最后般若波罗蜜要加油。老菩萨你不要排斥，你不要说哎呀师父我老了，我不太可能修禅修，错，念佛三昧，三昧就是大乘的禅修啊，你要学，你不学的话你来辈子还是不会的。所以这里讲禅修要得力，如三足鼎立，第一个要忏悔，在忏悔当中，经中之王请你念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念3000遍到5000遍，一天念一遍，一年300遍，3000遍起码要10年，你说一天念2遍，那他5年就念完了，师父已经念到5000多遍了，你要加油。第二个要练习静坐，每天先从10分钟、15分钟开始，半小时。好，所以好消息告诉各位，明年的讲座我会讲《法华经》，同时我也会有一个临终关怀的电影欣赏。好，日本有奥斯卡金像奖《送行者》，各位老菩萨可以看看往生的时候是怎么样。这些电影呢，好的电影师父选的呢，会跟各位分享。第三个，明年呢，我也会希望带大家一日禅修，从早上9点到6点，注意听，中午不可以睡觉。我可以等椅子让你打个盹儿，我会带上你精行。好，要练习啊，希望你可以欢喜来参加。第三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很重要，般若里面其实最好的你能够念小品般若经或大般若经。假如你喜欢读金刚经也很好，
因为空性的叫法很重要。假如你不能，好，那 more discount for you， OK？ 念心经21遍，准备一个念珠21颗，然后呢，你每天功课，不管你做什么，最后一做，你念21遍心经，注意连续念，这样合掌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自己念一点点声音，听声音，然后静坐。好，不能再减少啊！你不要再跟师父讲 more discount， 师父可不可以念14遍或7遍？不可以，21遍。为什么？你连续念，力量才大。这时候你就可以观自己坐在彩虹一般，那以此功德忏悔止观跟般若，你可以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普贤行愿品是广大行，明年若有机会为各位讲《法华经》，也是讲大乘菩萨道。可是大乘菩萨道里还有一个空性的教法。其实《金刚经》跟《心经》跟《般若经》很重要，你若能够读《大智度论》这样就好。所以一个是大乘的广大菩萨道，第二个是般若空慧，那它的桥梁是什么？就是止观。所以禅修的目的最重要是什么？禅修不是呆呆的坐在那里，是了悟自性，圆成佛道。所以《法华经》方便品第二说，佛自己住在大乘法，以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注意后面两句，你要度众生，你要有戒定慧的力量。因为寄送的关系，他没有写戒，其实在注解里面是写戒定慧三种力量庄严，你就能够度众生。这是我今天这一次讲座第五天的最后一个好好的建议，希望大家要努力。好，最后，你假如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新加坡普济寺的大殿，华严三圣，西方三圣是木雕的，非常非常庄严。那大家都希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那师父有几个建议，接下来你开始要设计佛堂，专心听哦，广修供养啊，给我一定的时间哈，今天多耽误15分钟就下课了。第一个，你看商业精舍，听好。设计佛堂没有要你花很多很多钱，就算师父送你佛卡，你把它供起来，药师佛、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还记得吗？我昨天有发，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对，我这边电脑。有没有？昨天又不是发这张吗？有没有三宝佛？你就拿这个回去供啊，你能够裱起来会更好啊。这个也有释迦牟尼佛本师，也有东方药师佛净土，你也供药师佛，也供西方阿弥陀佛，这叫三宝佛，这是中国唐朝以后呢这样的，好，是非常非常庄严。你就先从这里供，然后呢，供的时候你早晚点香，还有供一杯水，然后点灯，然后呢，你早晚礼拜，初一十五的时候买香花灯果烛供养。所以你看到这就是商业精舍啊，我的会客室，我设计中间是华严三圣，后面是西方极乐世界图，然后呢旁边是日式的灯，然后你早晚起来，早上起来就要先礼佛，礼完佛再出去上班，回到家你是佛弟子吗？见到佛应该先顶礼佛三拜，对不对？所以你平常很忙，没有时间做功课，你起码早上给我拜三拜，跟晚上拜三拜还可以吧？供一杯水，供个香，这没有多少钱呢，但是你就会累积广大的功德。假如你愿意点灯，注意听哦，人在的时候才点灯，严格说灯不可以吹熄。可是现代的社会哦不同，因为我们住在大楼里面，所以你出门的时候呢，把灯吹掉没有关系。不然要是回来地震的时候，哎呀，发生火灾，把所有房子烧掉的话，人家会骂死你的。所以现代人要有智慧，我们大部分都住在公寓里，所以灯呢，你可以先把它熄掉，人在家里的时候你就点。你看商业精舍供养华严三圣，
有供文殊跟普贤菩萨的功德是不一样的。将来你去读华严经你就知道，接下来你也可以供华严经的壁画啊，一张小佛卡也可以。最重要你生恭敬的心啊，欢迎来商业精舍。这是师父在搬迁以后，我们拜了大悲忏，求观世音菩萨，整整拜了一年才找到这个200平的道场，中间是我设计的千手观音，右边是药师，左边是阿弥陀佛。你看大殿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前面供释迦牟尼佛，所以这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你简单要设计佛堂，好，先给你看几张，这是我为台湾我们佛友跟新加坡佛友设计的佛堂。很有趣是没有一家佛堂呢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会依你的东西。你看后面就是灿云师父挂的西方三圣，中间他供这个啊宝冠观音木雕的观世音菩萨啊，真正用珍珠供养，对不对？你自己项链挂得很漂亮，供观世音菩萨供一条假的，你说你真心有福报吗？真心就好，这是真正的珍珠啊，而且是日本珍珠，师父供养我一个学生的，对不对？你看这自在观音，台湾的木雕也是非常庄严，所以以你自己的能力做决定。这是水月观音，很漂亮吧，对不对？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对不对？你看水月观音多么的庄严啊，对不对？看到观世音菩萨，而且普门品里面说，若有人礼拜大悲观世音菩萨，一念礼拜啊，胜过62亿恒河沙菩萨。那你为什么不拜呢？固执嘛。好，这个是为新加坡一个佛友设计，它背后是大宝法王画的西方三圣，中间就供你们的毗卢观音，哎，就是跟你们道场啊，那时候是青山啊，远藏老和尚送我的。旁边呢供呢 Om Mani Padme Hum 传方，然后两个日式的灯，这样很庄严呐。注意，各位供的时候，我发觉各位莲友都会供一个，不要一个。比如你看盆景要两个，代表福慧两足尊，知道吗？你要点灯左右对称，你看灯是一盏长明灯。你看家里这样不是很庄严吗？当你供灯的话，供个佛堂，方圆500里内啊，所有的众生都会得到利益，你的家人乃至于你的历代祖先都会得到利益。还有要提醒各位，在佛堂的时候，不要你们很喜欢像炒果条一样参餐呢、阿弥陀佛站的，地藏菩萨是坐的，观音菩萨是瓷器的，这是木头，不要这样，整体设计一下，好不好？接下来你看啊，这是我设计新加坡的佛堂，显密圆融佛堂，后面是极乐世界的看卡，中间是瓷器的观世音菩萨，右边是文殊，左边是普贤，在右边呢是韦陀，左边是伽蓝，它左右要对称。然后那个花是我插的，知道吗？是 IKEA 买的花。那个灯呢也是 IKEA 的灯，对，所以不要很难，也不一定要用传统的，你可以用现代的方式。你看这个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跟普贤菩萨，这是人家供养，有没有看到中间的观音菩萨下面还有孙悟空跟猪八戒？对，这是中国大的，这是一个莲友供养我。前面是西藏的八供，水水花香灯土果月，所以你要供养，广修供养，你才有福报，以你自己的能力。好，最后还可以看商业金色，后面有极乐世界图，前面供地藏王菩萨，非常庄严啊，对不对？这个不会很难嘛。我也知道很多人家里比较小，小一点没有关系，你就用你的心去供养。好，最后再看啊，这是地藏王菩萨，后面是极乐世界图，然后呢这个花呢是我在印度店，新加坡有一个 Mustafa， 我买来一对，哎，我插的。要用你的心并不难啊，这个很庄严。上面呢是八吉祥六字大明咒的传方，然后呢你看这明式的家具，然后左右摆两盆绿色的这个很有禅风的植物，这个都可以供佛嘛。所以你供水果的时候，你可以供两盆福慧两足尊，也可以供四盆代表四圣地，也可以左右各三个代表六度波罗蜜啊。然后供完佛了以后，过了中午以后就拿下来，供完佛以后就供谁？供你自己未来佛。好，所以菩提道上应该法喜充满，对不对？好，
所以你有良师亦有好环境，应该很高兴。这是其他的法师，圆光的法师来访问僧爷精舍，你看啊，流行夜，待会我们会拍一张团体照做纪念，好不好？好，最后啊，我要说一些感谢的话哈。好，接下来再看，在五分钟就圆满了啊，不好意思，今天的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世间，这是藏传佛教的大转法轮，这是宝莲山大。宝莲禅寺香港的般若会上佛菩萨，佛陀来的这个人间讲了很多很多的大法，南传佛教不供佛像，以佛的脚印、佛的菩提叶、佛的脚印，这是大理石的脚印，佛用菩提叶，对不起，佛用菩提叶，对不起，移一下。佛用菩提叶，佛用脚印，佛也用转法轮来象征佛教，南传佛教也最后用舍利塔，所以佛灭度以后，你看佛《法华经》里面讲有无量无边佛的舍利，但是现在东南亚有些舍利是假的，要小心，哎，哪有这么多佛的舍利呢？我只能点到为止。真正的佛的舍利，你去拜的时候，他会升起很多功德的。然后呢，你看在五台山台怀镇里面就有佛的舍利，也有前一尊佛的舍利。佛留下来就是希望利益广大的众生而成佛。你看，你也可以正住双修，像民国时代的弘一大师，他弘扬戒律，弘扬地藏法门，弘扬药师法门，弘扬华严经，最后他念阿弥陀佛。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到最后呢，他常常写字，勇猛精进。到他晚年的时候，你看他这么慈祥，欲知时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弘一大师画的地藏王菩萨，好，再给各位看一看，好，这是孟参老和尚送我的照片，请看，很难看得到啊、哦，一二三四，左边看到穿黑色的衣服，弘一大师有没有？当时他请他。从南方到青岛占山寺去讲戒律，最左边的那一个就是那个孟参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在这图片上的所有的出家人都不在这个世间了，可是孟参老和尚今年还活98岁，还在人间。对，所以你真正修持啊，是有精进的力量。这张照片是他翻拍以后送给我一张的，然后我把它哎，上面有光广出版社的网站，非常难得，因为在当时啊，照相的人很少。弘一大师是一代高僧啊，终于请动了他要去北方青岛占山寺弘法，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莲池海会愿相逢，一切的万象都是由你心的反射，好的东西、坏的东西不要太计较。不管你修行里做到有善梦跟恶梦，都也不要去执着。因为梦是虚妄的，我们人生也像一场大梦，我们的心要像无执着一样，就像日本的金阁寺，你看日本金阁寺跟银阁寺，你看非常山水很美，当水啊宁静的时候，就像宁静的湖水倒影，当你心清静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过去、现在与未来。所以我很感谢三宝啊，也感谢柔佛学佛会的主席、书主席、秘书，还有所有干部。啊，我也没有想到哈、啊，我会来这么久。我本来想啊，来这边讲一次经就好走了，没想到呢，哎，去年应该三月又来一次，九月又一次 ，Part One、Part Two， 今年 Part Three。感谢三宝，感谢一切的人事物，也要感谢我自己，没有生病，没有意外，没有灾难，为各位众生说佛法。虽然是有一点辛苦，但是我心中是非常欢喜的，所以要感谢所有的干部，我们先以热烈的掌声鼓励他们，好不好？感谢柔佛佛学佛会的所有的干部。好，生命很苦短，精进精进再精进啊，这个这是佛说的。然后呢，其实人生很苦短，来到人间你可以听到佛法，又能行菩萨道，不管你学多少，但是要鼓励自己也鼓励别人，不要放弃。想想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转了很多的法轮，其中最为殊胜的呢是讲
西方极乐世界法门。最后给各位看亲自弘一大师写的，愿我临欲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我真的看到原版在新加坡给浪有一个占卜院，由广洽老和尚所寄举，最后他往生以后由新加坡的居士林向政府申请成为一个很好的文物院。我亲自去参观过，甚至我还看到弘一大师赐血写的佛经佛字。我也看到了印光大师在晚年，他80岁往生，78岁跟79岁亲自写的墨宝，亲笔的挂在这个占卜院。所以各位也应该去新加坡，你们去新加坡大概只会去哪里？圣淘沙，还有呢，什么 Casino 对不对？加浪加浪，有空也可以去新加坡占卜院。好，最后我们一起回向，请念回向文，请翻开回向文，我们一起念极乐世界回向文。希望 Part 1, 2, 3 所有的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然后回向给愿一切众生都往生无量的佛国土。师姐请不要讲话，师父还没有结束，不要那么急。回向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呢，今天这次讲座就完全圆满。那至于其他的问题呢，有几位莲友待会我私底下再给你回答，好不好？好，请合掌，先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在虚空中，你所有一切的眷属都在你旁边。请看第六页第12行，极乐净土精简发愿回向文，一起念，不要急，慢慢念，要观想，一起念。愿我临欲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贤清净，我时余胜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愿经礼佛发愿，修持功德，回施友情，四恩总报，三有其资，法界众生，同源种智。阿弥陀佛。最后师父也要再说一两句话，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参加的听众啊，你的到来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你若没有来的话，那师父大概只好对天花板讲，不管你是全程参加或部分参加，你都会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然后呢，华严经是经中之王，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在座也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吧，谢谢大家。好，讲座到这里圆满。这个归因要讲话吗？简单讲，来几分钟就好。对，首先要谢谢师父在百忙中拨出时间来给我们讲这个普贤行愿品，所以大家听了这个普贤十大愿回去要时常的温习，而且把它用在生活中今天是智广的生日，我们也
祝他生日快乐。我们要唱一下生日快乐歌吗？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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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辛苦了一下，我给你给他礼物，待会儿给你拿十块，秘书也是很辛苦。对，谢谢。所以大家也看到他的努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学习。那么第一次听的同学，如果听不大懂也不要紧，要重复的听，现在有 DVD 比较方便。好像以前我们都是听这个师傅，又去听那个师傅，我也听了10遍。第一次新加坡听1991年，听那个净空老师讲，我们下班就在我们地震主席驾车出去。第二次听广平法师在救火，因为广平法师我是没有不懂啊，真的是完全都不懂，所以想不要紧，广平法师讲我不懂，他会笑，所以也去听。法师佛学会讲了5次，第三次是吴廷烈居士，大概2000年。好，那么2005年左右，延年法师也来讲过3天，时间没有这样长，所以这次的师父讲的是最精彩，而且现在科技啊有很多图片，所以到现在我听我也是没有，还是似懂非懂。所以大家在菩提道上，像师父所讲的，有这些同参道友啊，要勤进善知识，听闻正法哦。我们时常要保持这个道心，而且最重要要有正信正见。也是现在的社会很多，我看师父讲课都听到，大家真的要很用心来学。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是祝愿师父能够时常来给大家亲近，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那么我在这里祝愿我们佛学会时常都能够邀请到善知识来法轮常转，正法久住。谢谢师父。那么好，好，接下来呢，因为等一下哈，接下来呢很简单，告诉你，我先带你站起来向火山问去，接下来不用紧，右边这一半的人有到上来，然后我们就拍团体照，然后拍完就可以走，接下来左边。